三八八那个按摩是怎么做？就做身体按摩啊。是文案还是武案？文案。啊？文案啊。不是，您知道文案武案什么意思吗？我知道啊。文案就是轻柔一点，武案就是用点劲儿。对。我想找个武案的。武案的也可以。也可以呗。对。不是，我想换一个180斤的技师，180斤体重往上的，给我踩踩背。你多少斤？哇，这个有点困难，我就没这个斤两了。那要不这样子吧，我待会给你称下。不是，待会儿你多少斤？我也不知道我几斤，因为最近的话呢，也不知道有没有瘦，我应该在100斤左右。你这么样，这袋大米，这大米呢是50斤，你把这大米扛着。我扛不动，你放心。你加它就150了。我扛不动。我将就将就。什么？我将就将就。大哥，你可千万别将就，这钱我指定我是不挣你的，你放心吧，我让他给你重新整一个。你要不给我按，我就投诉你。那你投诉我吧，我这怎么不会？你让我抱着大米给你按摩。我三百八找你按个摩，你这大米扛不了。大哥，我让他给你重新安排一个吧，你不扛大米给你按摩，你这不来搞笑吗？三百八你扛不了大米啊。盘点技师与顾客的搞笑对话。599是唐彩是吧？是唐彩。行，你躺着吧。啊？你躺着。你躺呀，你躺就行了，我不用躺，你不用给我踩。我是个那个入殓师，然后我是实习的，我寻思没有机会实践，我寻思你躺着，我给你化个妆，行不行？化，给你化个妆就行，别当窗帘，行不行？我就不踩人了，你躺着，我给你化个妆。那我给你按摩，要不先？不用按摩了，我就给你化完妆，我就走了，我就拿你练练就行。行吗？好不好？我去问一下行吗？去问问吧。这个，行吗？行吗？行，来躺。我先刷一个，闭眼睛就行了。闭眼睛啊。老妹儿。画完了。画完了。你起来照镜子看。我可以睁眼吗？可以。来，你转过来，我看看。哎，画的不错，挺好。啊，你干嘛？画的挺好。我问一下，你们家技师都是泰国的吗？啊，对呀。我办多少钱卡能给我一个专属的技师？办2000块钱以上就可以。专属技师呗。你就是对，你就是。不是，就是我不来的时候，他不用上班，他就等我来。那不行。跟老板请示一下呗。那你不可能天天来呀、啊。我天天来，到时候给他开工资就完了呗。我补呗，从卡里扣了。你给老板请示一下，你到时候正规的卡就拉支出来了。你问问，你这40分钟，你除了按摩，能为哥做点别的不？做别的。我问一下妹子，你是什么学历？我是高中学历。高中学历啊？你这么样，俺们家我小弟啊，今年上初3，你能不能帮他把这本寒假作业给写了？他就有几个点不会，就是那个勾股定理跟三角函数那块不太懂，行不行？我可以看一下。能研究明白没？你确定你是高中学历哈？这是初中。初3的。初3的。对，行不行？你不用给哥按摩，你就帮我老弟把这个寒假作业给研究研究，行不行？我做不好。不是，你用点心，你要帮他了，他过年那压岁钱他皮你一半，他今年预计。能收500块钱，拿一人一半，行不行？哎，你能咋了？你是上次开奔驰那女的吗？又碰到您了，怎么了？你别碰我脚啊，别脏了你那开奔驰的手，给我换一个。没有，老板，您误会了，那是我借的。借的？对呀、啊。真借的？真借的。我就说嘛。这按脚的呢，按出个奔驰了，你一天得按多少脚啊？是啊，我要是有那闲钱啊，我就给我弟了。毕竟的话，我就这一个弟弟嘛，咱也没读过书。虽然我弟成绩是差了点呢，但是咱也得供他读完，不是？你这样，我这刚发工资，这钱你拿着。不用，老板。你拿着，这不是给你的，这给咱弟的。告他，让他好好读书。那谢谢老板。哎，老板，刚下班啊？对呀、啊。对啊，下雨了，你怎么回去啊？啊，没事，我弟会来接我。哦，姐，你弟开这车啊？对呀、啊，怎么了？那我先走了，老板，拜拜。啊。
妹子、你这菜饵做的挺好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谢谢。哎，我在你这办个多少钱的卡，就是你能做我的专属技师，就不给别人采了，就专门给我自己采。啊，这个好像没有。不是，你一个月平均工资多少钱？一个平均工资1万左右吧。你这么样，我先办个50000块钱卡，然后你就别给别人采了。你别吓我！我说真的。妈呀，你我们这不好像不行，没有这一说了。不，你去问问那个店长还是老板什么。你问问好不好？好像我这人有个毛病，就是有好东西吧，不愿跟别人分享，喜欢独享。不是，就是你到月我来与不来，你从我卡上扣工资就完了。你去问一下，问问店长。不定好了，能办了。嗯，可以。啊，可以。谁扫谁？我扫您。你扫我嘞、过去3万了啊。嗯。再扫个2万。嗯，过来了。我现在卡里一共多钱？一共是66000元。66000。嗯。就是你以后就是我的专属技师了呗。啊。嗯。然后那个不是你别笑，从今天开始以后别搁手抠脚了啊，要我怕我耳朵得脚气。我啥时候用手抠过脚？不是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，就别搁手抠了，行不行？然后这个面纱能不能摘下来我看一下？哎妈呀，我不好意思了。没有事儿，我都为啥了？这么会儿进去喝茶吧。我不喝茶了，卡我都办了，面纱摘我看看呗。妈呀，你干啥？那个。哎，你好。啊，是你选的36号方疗师是吧？对。宝贝儿，你这咋的？还怪好看的呢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啊。咱俩不按摩行不行？不按摩干啥？我给你念经。啊。行不行？行。啊。行。但是你得躺着，我念经的时候听的人得躺着。啊。行不行？也行。不用按摩。那但是你等一下，我得去楼下，我得把这个给再整一下。不用送，这是拉吗？啊，这是拉吗？啊，对，提拉。拉就摆你跟前儿就行，拿拉给你围上，完我给你念经。堂堂青头见武艺，走了就走了吧。处事二干十寸雨，爱找谁找谁吧。大雪山羊古市场，你可别找我呀。穆定西在吗？穆定西在吗？穆定西、啊、今天不是你给我按脚，是我给你按。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别吓我。我吧也是个足疗师，来沈阳出差好几天了，好几天没给人按了，怕手法生疏了，拿你练练手。嗯，别回去给客人按，客人说这手法变了。没有事儿，该多钱给你多钱，正常下班了。不是，那也不行啊。怎么不行？不是，那你在沈阳是上班啊，还是怎么的？我来沈阳出差，就今天我给你啊，熟悉我的业务。我们不可以啊？不可以？为什么不可以？嗯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谁让你找的我？没有，大众点评说你手法好啊，我来的。大众点评说实话啊，美团呢？怎么可能？真的。啊，我今天给你啊，好不好？我今天来申请一下同事，如果不允许的话就不行。行，你去申请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先等一下，先坐一会儿。您好，贵宾，88号技师很高兴为您服务。你有多高兴呀？特别特别的高兴。这么高兴？高兴的太早了，换一个。神经病。哎，你好，你们做多钱的项目？99。那我给你去叫技师去。等一下，你多钱？我798。留下。好。反正我不想按摩了。为什么？啊，我想把你诱起来。我是怎么事儿？家里最近生了个小孩儿，然后我不会抱孩子，我先拿你练练怎么抱小孩儿。我不比小孩沉吗？没有事儿，你这大的我都能抱了，小的我更能抱了。你躺着，我给你抱着，好吧？别我说真的，不用按摩，搁练练就行，好不好？不是你犹豫是怎么回事？你要拒绝我？没。那行不行？你躺我练练抱小孩，好不好？行吗？真咱不等会儿摁？不摁了，就练抱孩子，把你诱起来，诱你睡觉。行啊，行。哎，老妹儿，我一会儿抱你的时候你得动啊，因为那小孩他也是动。
我是让你动，不是让你挣扎，你整的好像那过年的年猪似的。动，啊。抱上了，老妹儿，抱挺好。哎，你这嘴不干巴吗？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叼点嘴，叼点嘴。哎，睡觉睡觉睡觉吧。行行。哎，我问一下，你们鸡翅过年放不放假？不放假。那怎么不吃？过年不吃饺子吗？吃啊，我们店里没有。不是，那跟那个家里包的也不是一个味儿啊。一样啊。不是你这么样，你今年过年上俺家吃饺子呗。你愿意吃什么馅儿的？我爱吃三鲜馅。我让妈给你包不行吗？行啊。那你过年上俺家去呗。行啊。行啊。嗯。一会儿咱加微信，我过年我过来接你呗。行。行不行？我坐车去就行。行吗？那好吗？我来接你吧。没事。行。坐车去就行。好好好。知道咱项目选好了吗？咱家这采耳是怎么做？我家采耳的话是用这个可视耳镜。我是站的还是坐的？您的躺着坐。我小时候都是他妈腿上阿妈给我抠耳朵，要不我有点紧张。马哥，这个项目我家真没做过。不是我躺腿上，你给我踩不行吗？要我紧张啊。那你躺我腿上，我也紧张啊。哎呦我的妈，这真不行。那妹子，你穿的这个是棉裤还是丝袜？我穿这个是棉裤，这我要穿丝袜出来，我妈冬天得打死我。那你能不能就是找条你的棉裤，我垫了枕的也就好像是躺在那个腿上似的，行不行？这个呢，可以有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我汗脚，你可以试一试。人家办卡怎么办？办卡的话是在这边，1000的话是送200。是全国可以通用的。你是技师还是什么？我是本店的店长。店长啊？对对对。我看你早上怎么手里像那个天地会的反贼似的。不是，你脚上有没有反清复明四个字？你看看要不要检查检查？你脱了我看看呗。不是，我前段时间碰见个技师，他后背还有那个精忠报国呢。你脱了我看看呗。太幽默了，哥。啊？太幽默了。你脱了我看脚上有没有反清复明四个字？你这是不是登机的时候先检查过安检呀？不是，我高度怀疑你是天天被反贼。我看着多像好人呢。你是八号吧？啊？是不是八号？是的呀。那个，我是王阿姨介绍过来相亲的。啊？王阿姨介绍相亲的，明天晚上。怎么会来这儿啊？是这样的，我想提前来嘛，先了解你一下，不要浪费大家彼此的时间。那个明天饭店死贵死贵的，咱俩合适的话再去明天饭店，不合适的话还能省帮我省点钱吧。你这里嘛只要129，有吃有喝的，对吧？我相不中你，你还能给我做个足疗，我这129花的也不浪费啊。我有啥说啥、啊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是个比较实在的，就是找老公就要找像我这种实在。靠谱能过日子，你看我这个钱对吧，全用在刀刃上，一点不乱花，对不对？那你看，就是首先，你对我的外表还算满意吗？嗯，还算满意啊？挺帅的。啊，挺帅的。那么，再问一下，你对择偶这个要求啊，都有哪些门槛？啊，简单明了，你说一下。嗯，首先会疼我，会照顾我。疼你，照顾你。嗯。还有呢？那应该就没了吧？就这么简单？嗯。啊，那恭喜你过关了，咱们明天正式相亲在饭店，然后今天咱们就算先相识一下啊，好不好？那还做吗？做那就先不做吧，然后你坐会儿吧，咱聊会儿天吧，好吧？啊。啊，聊会儿天，坐聊会儿天再坐啊，聊半个小时，坐半个小时。好不好？好不好？120花的不冤。对，那一点不能浪费。一会儿我点吃的啊，帮我点双份儿，帮你自己叫一份儿，啊，你看我多会过日子，好不好？啊，找男人就要找我这种，明白不？你笑啥？你看，你笑起来的样子真美。你这么年轻就当老板了，可真厉害呢。没有，姑娘你哪人呢？我外地的，我出来的早，家里还有个弟弟要养，也没读过什么书，只能在这里干干活赚点生活费。姑娘你也挺不容易的。那您看您对我这次还满意吗？满意的话办张卡呗，你下次来就可以来找我。一个姑娘家也挺难的。那行吧。这你车啊？对啊，下次来还找我哟。拜拜，老板。给你安完这一次，我就要
跟我姐回家相亲了。去去去去去！今天你就是说出话来，我都不会给你办卡。别想拿我当混蛋，我跟你讲。走，跟我回家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这里丢人现眼？我们现在在老家连脸都抬不起来了。跟我回去。姐，我不走。哦，不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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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我站！什么叫干这一行丢脸呢？你不知道职业不分贵贱，态度决定高低哦。你看你大小也是个老板啊，如果以后你的小孩来做这个，你愿意吗？干这行怎么了？干这行爱这行，行行出状元不知道。再说了，他写的不是小说，是生活。我就觉得干这行挺好的。所以你还是办卡啦？什么话这是？我支持一下人家工作，怎么了？人家一个小姑娘从外地来，大老远跑得来，无依无靠的。我一个大老爷们有手有脚的，吃点苦怎么了？好巧，老板，你在这站岗呢？不是回家了吗？开这车回家呀？山下的路不太好走，所以只能开这个车将就一下。拜拜啊，老板。为啥人家技师都是马的？泰国。我之前去泰国港他们泼水节，让他们给我教完了。他们那边风俗习惯是这样。你这么样，你把人家技师啊，今天我全报了，就全到今天就是泰国的泼水节，我跟他们撕吧撕吧，玩一玩，行不行？我们这场景关键玩不了。没有事，俺们上外面玩。你这么样，你去跟技师商量商量，我打电话调一个洒水车，他们一帮我一帮，俺们玩一玩。全到泼水节，我让他们感受一下我的热情。外面这天能行吗？没事，我让洒水车灌温泉水来，热乎的，好不好？哎呦我的妈！这跟老板还是跟技师商量商量。挑战臭豆腐泡脚，然后去做足疗，不是变态我也不玩呀。变小，我这个脚特别臭，这边能做吗？可以呢。就是特别是臭到什么程度啊？就是我一脱鞋，我邻居都要投诉我那种。可以。就想问一下你这个。抵抗能力怎么样？你能不能扛得住？干啥呀？啥抵抗能力？就是要挨打吗？不是，就是我这个脚比较臭。能的。你确定你可以扛得住？可以。特别臭。可以。说你那搓脚还带个膜，这咋比啥还臭？你不说你能扛得住吗？扛不住了，太臭了。这还没开始呢，你就扛不住了？辣眼睛了。啊，我给你喷点酒精消消毒吧，你这也太臭了吧。不是，你躲那么远干嘛呀？太臭了，我有点受不了。有那么臭吗？你都干那么多年你还扛不住？干这么多年也没见过这么臭的脚。不行了，这太臭了，我能不能出去整点装备？我来了。你这整的什么呀？跟蒙面侠一样。你脚太臭了吧。真有那个味儿吗？你这不都整装备了，你快来！踩屎坑里面了，装备也不好使，隔不住味儿。辣眼睛啊！辣眼睛，串鼻子，太臭了，我有点受不了。没事，我再给你加个钟，你好好给我按一下。我不想按了，你别按了吧。不是，我钱都付了，你不按了？给你退了行不？哎呀，太臭了。你是不是踩粪坑里面了？有那么大味吗？哎，太重了，我不想按了。